十七，带着骄傲的气势，带着天生美丽，第一次听到我爱你，守着电视等着那个电视剧，陪着他的沙发，一声不响没注意，很想要和他在一起。他十八，染着时髦的头发，对着手提电话，紧说着听不懂的话。他站在镜子前，露出鲜艳的笑脸。谁是最美的呀？镜子，镜子，你回答。这世上只有你最美。他想要世上他最美。他二十一，穿着漂亮保时捷，开着他的钻石，还穿着巴黎大衣。他从来不必想，也许永远不必想，只要他的美丽永远天下第一。他想要不一样的滋味，他想要多一些的机会，他想要一些在他周围。大家跟我一起来，所有你想要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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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起唱。染着时髦的头发，对着手提电话，竟说着听不懂的话。他站在镜子前，露出鲜艳的笑脸。谁是最美的呀？镜子，镜子，你回答。这世上只有你最美。想要的。